没事了啊。哎呀呵。修啦！今朝来修搿只微波炉啊！我拿只狗破放辣埃面搭拍，微波炉哪能坏脱了呢？当中这玻璃盘子又不转了，不转了嘛就马上想去查啊，为啥体啊？七查八查嘛，真的查出来了，讲搿只东西下头有只。小的电机，小电机啊，叫英文叫 turntable motor， 那十有八九呢是个东西坏掉了。那么马上想一通查啊，看看哪能修个这东西。难也不难，讲简单也不简单，总归要物事卸脱。结果还好，有一个外国人讲，不一定全部拆脱了。讲真的，得有块搿块板啊，迭块板。直径蛮直径的，搿块板本来勿是螺丝敲上去，搿是我后头拆脱的。伊之前是搿能介的，固定了高头，当中搿几只物事啊，有几只物事啊，我等下要放拨 Michael 看哦，剪脱，那么剪刀剪勿脱，但是我还去买工具。下口机，那么剪脱之后呢，伊倒过来，又好装回去，直径也蛮直径，就是拨侬修搿只，搿只电机。所以说明啥呢？说明搿只电机还是坏脱，还是蛮典型的故障。那么好，一天子拆下来看啊，伊拉讲要量一量搿只电机两只脚当中是通伐。我为了搿物事还买只万用表。哎呀，工具嘛在这修嘛没修好，好，那就给他这么子，那每天子马上一通查，这只型号的电机已经没了。亚马逊高头有的。阿里巴巴有的，阿拉没办法，只好本地个供应商得去买着，那就搿么子。一开始还担心个不兼容，得回去问人家，
为啥讲可以？那么买好了今朝，晚浪向订货，那么货到了之后去拿。今朝开支30几公里。哎，阿拉早上去看啊。哎好。样子倒像个，那什么，那在那只螺丝你不好了啦，是你个得啦，等你老。等一下，你买了4G了，哎呦，跑回去，见真章了啊！侬讲伊会得转伐？啊？哎呀，勿转搿是浪费了结棍啦！哪里来走了，修好了没浪费，好了，开心。